인생의 겸 인생의 겸 인생의 겸 지진 인생의 병때 수염본 운세생사의 뽕변의 소사의 정관기변 수염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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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류체공 아이류체 땡어 직도의 겸기 七度的剑气相比上到苏有门的雷中，这个时阵的大流星三门七撇三轮落，大流星在这个疲乏不堪之下，苏有门顶飞尽是爆出火花，使出孙杨一气。现在已经比较集中，第二道将打锤流星岩，哟啊！这个时阵的大流星终于克服落冰了。温州大儒侠，名副其实，不愧温州大儒侠。大流星甘拜下风大流星请起面我大流星杀人尽杀那是我最后的结果了请你免客气再发一道气功抵了何患吧大流星你请起啊苏有门请你动手请你杀我请你杀我吧大流星你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可惜你误入歧途。但愿昨日之日昨日死，今日之日今日生。但愿你能以功赎罪吧，请起呀、啊！多谢。苏仙人，你腹中能拥纳山川，能我敬佩，你真真正正中原的苏英雄了。但是，庄稼人恨你一骨。一决心就要除掉你苏彦文，希望你能引我回见庄稼人吧。唔通，千万唔通！哇、哦，这个庄稼人非常的凶悍，而且你的功夫唔是伊的对手啊！文世兴再度呼出断魂星了，苏彦文更加比切凶，大流星迎战文世兴，等你。断魂星再度挥出，蔡英将以双击平分秋色单魂胜败。最后大流星放出十三记流星镖，魂世星终于被击中了。不要！苏元人，进出来。断魂星有毒。顺皮换个你一滴吧，多谢大流星啊！你所说庄稼人这厉害，那呢我苏彦文得要找回三冠天师有所困难咯。我咧想三冠天师装在赤心洞内的秘诀，首先啊，爱自将这个五毒蟒半人兽来给除掉，安尼才有可能强行工作啊。五毒蟒。五毒蟒的学养如何呢？根本都无学养，无读册，还阁是非常的野蛮，伊的规身躯拢发凉蓝啦，水火刀枪不入，非常惊人的半人兽。水火刀枪拢无多，都那苏彦文的孙良将跑来到底就吹高高啊，对不对？哎呀，怪老师啊，你的第六条线比阮蛮西的孙良将搁厉害点，你的第六条线那个断落去，我相信讲五毒蟒哦，伊的脑髓拢装逼出来。你才知道您中原人出类拔萃，先甲试身看卖卖用哩啊！只可用智取，不许用力得。五毒蟒生有怪体，天地万事都相对，有法就有破啊！一定要先了解伊惊什么物件。但是得要亲近五毒蟒有所困难咯、啊。先用美人甲酒，甲进攻美人吼、哦，也那是介同类的。安尼才未死啦！
听讲五毒蚊原来是咧娶某，拢唔免经过一个月就离开世间啦。你到底唔知什么怪癖？哦，安尼无要紧啦。那是讲要找同类的吼，迄阮小妹石刻美人哈摩兰，伊个规身躯拢发石刻啊。虽然甲龙兰无共啊，但是嘛，你丁酷酷算起来嘛是同类的你咧。你讲的嘛是真有理呢。但是需要要求另外同意啊。要为国家为社会底下，迄阮小妹啊，我一定足愿意啦。啊，何况你甲治好伊个石刻。甲普通查某囡仔拢同款，对唔？是啦，哈摩拉尼，安尼就麻烦你宽解另外帮助一臂之力吧。嘿，阿恁小妹一定会答应啦哈。嘿，我甲两起个怪老鼠哦，扮成江湖未像的人，安尼即摆吼，代志才会顺啦，安尼啦。老三嘛，你冲一波足心实个，足心实个哦。乖乖乖，全身发蓝的半人兽五毒蚊已经出现了。怪老鼠当哈摩兰老三两铁进入最危险的境界了。林大王啊，有一班走兽的在咱洞外所在在咧爬个，哦，人山人海拢围咧看，多爱几摆这个所在表演，遵命。拜见大王，哎，还没拜见大还没红。恁娘我几个人去的，甲破晓的大红，大王啦，哈、啊，拜见大红，大王啦，见过大红，哦，大王，恁是多位人士啊？我到中土来啦。恁拢练什么技术？阿多伫咧卖唱，所来去嘛表演呢？安尼好。本王上爱听唱歌，恁什么人得要先表演给我听？黑人装嘛是我算团长啦，我这算集团的团长就对。啊，我还要副团长。安尼老三你还要先唱，搁出来其他换我唱。哦，赶紧唱来，唱了好听，不但赏你的银两金银财宝，而且我会用一种物件来招待你啊！哈哈，多谢大王啊！Mi amor es solo para ti, no no puedo remediar. 歹听，歹听，掉你！嘿，这位歹听来，哪顶个歹听？我今嘛就这口听，这咱本地民谣。哆拜嘞罗贝嘞，嘿哆拜嘞罗贝嘞，嘿哆贝嘞贝嘞。呀，国家歹听！啊，恁两个都唔当歌很歹听，这歌王甲歌后的这都唔敢成潮啊！恁两个创啥话？你也是跟他骑独轮车好啦，啊，老三对伊开心劈咧劈咧安尼吼，素来宝蹦连好听尔啦。哎，那讲唱歌唔是这人一个套单啦，迄跟他西洋一个叫做瑞士 M 做拢赢我尔，吹那种输我，我话正讲个无语歌王。啊，你有做无语歌王啊？哪呢？你叫我本王听话嘛哩，我会想你。哦，我来唱。火车要今日到阿妹家丢。他的蹦扛来，哗！气死，臭小子看嘞，哼！那嘞，迄个查某囡仔养笑阿咪？哦，迄阮查某囡仔上好笑啊！你嘞，阿弟啊，我要唱啥歌？阿哥，老船歌嘞，唱一条上好听啊！好啦，我来唱啦吼，大王。哇，敢若听到你讲话声，我都忘伊咯。我敢若听到你讲话声，我都忘伊咯。姑娘啊，赶紧唱啊！我的唱真好听呢，这条都是叫做《痴情花》了。哇，赞赞！当初讲我亲像一蕊花，深深为我来痴迷。如今变心想袂甲我切。竟然叫我回去外家，烧酒一杯，喝一杯，饮不住目屎滴落地，三更到底
无准地，叫我怎样袂难过？放煞我，放煞我，放煞我一个，冷淡真正袂后悔。哇，来来来来，小混了，小混了，小混了。哎，别大王啊，这个也是许个做梦呢。嗯，无你甲我提钱，我啥叫袂记哩？见财见死，啊，这个这么水，唔多错错嘞，我一个月个干咩？巧伊干款，我嘛是一个突突。看下买无？看下买未？我看这个哦，配你配几款嘛？大王啊，收起来，收起来。阿来哦，小王听着，这个查某囡仔都是外母，都是阿姐夫人啊。联盟，大家爱尊敬啊！查某囡仔，你什么名？我是哈莫兰呐。啊，我就是因爸，因爸，我做哈莫黑。什么哈莫黑？哎呀，我做哈莫黑，我做那怪怪老七，怪老七。安尼，我要叫你啥会？啊，你叫我丈人，我叫你干啥呀？哦，原来就是丈人，我的是啊，这么生了包丈人啊，丈人啦、啊，原来是丈人啊，哎呀，这恁姑啊，这老三妹老三这恁姑啊，啊这恁二姑啊，这种我也见着着啦。哦，这个大姑啊，这个小姑，恁无下辈姑，快你讲啥？我不，对啦对啦，我小姑啦，阿姨大姑啦。啊，你好，隆重讲一家人啦。小王啊，太低多娘，太好太乐啊！啊，准备上顶料理，一个菇汤来请我丈人。给我一套菇汤。翻来翻去搞诶，食诶菇汤，诶，菇死去搁生汤，讲诶上顶料理咧，看你诶话阿未？迄食了甲地中毒会死哦。我干不了。咱就想办法咯，唔通吃。哎，那无看到，赶紧甲淹掉啊！你咧？安那好啦，好啊！我今仔真够好，安那好，你招财。哎呀，打开款一百年前陈年好酒，要请阮丈人坐落去庆祝我第十八次的结婚啦！夫人啊，大王啊，你是天下最强的人呢。我不但最强啊，又果是最勇的。无论是酒、如林，我拢总真强啊。所以我才真爱你啦。可是呢，你会知影哦，咱这个西域的所在有一个庄稼人，啊，中原有出一个苏彦文是非常的厉害啊。听讲个纯阳枪吼，拍落去到底。当今屁股马龙吹气呢？什么将？哼，啥物的总将领，啥物的苏彦文，我拢无惊啦。我最惊都是你，爱我娘娘嘞。多谢大王你的疼惜了。爱妃，夫人啊，来，啉，干杯。大王啊。我哪想哪惊呢？你又搁咧惊？安那？你安尼对我遐尼好，唔到你若是去用杀害，看我要依靠啥人就好了。看我要依靠啥人就好了。你别哭，别哭，就甲你讲，我什么人拢无法度啦。天哪，干我最强，我最勇的。来，啉。唔过你还知影呢？敌人会想办法咯。那有啥物破烂通想啊？有宝刀，有宝剑，也阁有新宝啊！啥物宝刀、宝剑、咧新宝，迄拢总无甲抓啦！我相信啦、啊，因拢唔知影讲当有敌人会比宝刀、新宝阁较厉害诶。啥？当有敌人？啊！你咧骗我！你咧骗我啦！安尼你无真正伫咧爱我啦？你的身躯若定气体，哪有
可能当有得钱伤害你的生命，你就骗我啦！爱人啊，你免烦恼，免哭，我一点啊都无骗你啊！那当油那沾着我的身躯啊，我的良难拢润了了，得钱那敢射入我的体内，我就无救了。大王啊，这拢无别人在心，神不知鬼不觉啦！神不知鬼不觉啦！老祖。哈姆兰啊，阿你阿那个探听有啥物消息无？有啦，你赶紧回报苏彦文之情，安尼啦。好，安尼做。哦，啥物所在有出重油呢？啊，我想到啊，我迄个朋友哦，桂花丹堂主开星，伊专门拢去外国进重油呢。哎对，哎彦文啊，要来得钱较简单啦，哦。我即马派工落去做200几个德钱啦，啊，收落去呢，派10名工钱最准确的人吼、哦、做工钱手，吼、哦，啊，收落去用个德工啊，做迄款囡仔伫咧喷水遐啊，啊，迄号做德工砖啦，好砖当油，安尼落去搞定哦，稳当好势。好，分条工作3天后汇合，公婆请行动啊。文世生中了刘青标之后，伊的这个毒气爆发，昏昏欲转，伊颠倒来到松林地界，战心不足，伊昏倒在地咯。这边面，茫茫武林，惊动万高的双剑客出现咯。真糟糕，双剑客来到松林地界，救了文世生。原来你是一个姑娘啊！我是姑娘，伊中这个极毒的镖，昏厥中毒，是我救倒转来。当初我也是以为你是男子。是啦，我是女人，我是空城的沙玉林啦。何故女扮男装？为了找仇人，四处喷敌，不幸中镖啊！这张镖有多出夜光人，闪闪发亮。使敌人两眼乌暗，无法闪躲。你能识破秘诀，必然能打胜大刘青才对啊！本来我是洗手不涉江湖，也不过为了姑娘你的报仇工作，我愿为你牺牲性命。使我感动，无言回答。姑娘，你在这所在静养几天，待你伤痕痊愈之后，再进行报仇的工作吧。教练意思就是啊，苏彦文以军策军力，备妥了当油得钱种种的战具，准备在要进攻赤身东路。赤身东的洞顺五毒棒，饮烈酒食之中，一点也无警戒心。苏彦文军阶已经攻入了赤身东路。哇！抓来抓来呀！啊！哇！当油了！哦！当油了！哇！哎呀哎呀！来呀！得钱发射！发射！哎呦呀！天死我啊！我命休呀！双方一场大混战，军阶合力，终于将野蛮的五毒棒一一除掉了。各位兄弟，不过杀害无辜，安慰其他兄弟，前辈。阿魂刘星，随我入洞来找三官天师吧。爷们啊，你看麦，迄、那个所在金光闪闪，也有三官天师。好，大刘青，你坐前吧。随我来。得
丢三关天师的使用门，将西庙的师傅交回怪老祖老三处理。伊当着大流星快马加鞭，特别赶回太华山大破牧羊老路。夜半的红灯星灯，朦胧闪失无明，茫茫的小雨落袂停，一点一滴这呢冷，台灯已经也有两三点钟，犹原无看伊来面前。文世兴，你也无需要悲伤。我是万年的骨，我吃野猫，吃野骨。这条路是苏衙门必经之路，让他踏实，难得非常空啊！好，李铁香，来了。暂停！你为什么叫停？那个就是叫大流星，背后那个是苏衙门。安尼好，看我的无敌双剑！双剑好斗大流星，强手对强手，双剑对单刀，两人提出至高的功夫，就去决胜死路。等混世星再度逼近苏衙门。苏衙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心特别使出孙杨精气，打死混世星喽！上剑无当，大流星到数十个要比分胜败，因两人到底谁死谁活呢？苏衙门会打死混世星吗？请看下礼拜一最后的一集《新婚之友大如剑》。